单手拿板了，但是天气情况很糟糕的时候，单手拿 QQ 不可能，只能用双手拿。但是双手拿也是不现实的，因为我还要拿很多别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每次想到搬 QQ 板我就好。把这东西抽回来，卷尺之类的什么东西，还用回那个啊？